搞教洗腦教育咧，就連幼稚園都不放過啊！我想解釋一下個程序，就是秘書處咧，其實就建議呢個提名程序咧，就係喺應該十分鐘內結束嘅。聽埋先，你哋聽埋，喂，我個 brief 個個委員會都一樣，應該係選舉正副主席咧，係由十二時十分應該結束嘅。但係鑑於本委員會人多，亦都知道各位好踴躍，所以我加長五分鐘。咁即係提名程序咧，就會十五分鐘內結束嘅，由而家開始計。咁啊，請委員提名啊。毛孟靜議員，你提名係咪？唔係啊，我就想問清楚咧，教育事務委員會咧，俾人一個感覺好似有啲淪落，搞教洗腦教育咧，就連幼稚園都不放過啊，不知所為。你係咪提名？你唔係提名，用議員你係咪提名？是我提名的，不過毛議員那些就不是規程問題，我覺得主席就不要讓他這樣說了。 我要提名的。